大家好，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活动《妖狐乐斗达魔记》的玩法解说。首先，活动时间有7天，每天有5次挑战机会，也就是说，咱们实际只需要4天就能挑战完20次，拿完所有奖励。活动打法比较简单，咱们只需要在规定的2分钟内击败带光环特效的达魔即可获胜。如果本回合没有击败带光环的达魔，下回合光环就会转移给别的达魔。如果击败的达魔是没有带光环的，则会增加光环达魔的攻击力，这个增益是无限叠加的。阵容推荐带单体输出即可，离吞或者小山峰都行。没有单体式神的话，可以带一个群体输出加一个丑女或者地势天即可。然后这是活动奖励，亮点是插画和一个 S2 皆是神的极速御城。这个头像框是静态的，长这样。整体玩法比较简单，是一个过渡的小活动，痒痒鼠们觉得奖励如何呢？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小活动，其实就是万圣节版的百鬼夜行。目前体服是没有显示概率奥的，只有一些随机给碎片的南瓜小纸人，每天有5次挑战机会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后续正式服有改动会另行通知。我是野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